我 OK。OK， 这边是黑的，那边是不是红的？所以选择路不一样。嗯，我们也来去右边那个，那个。对啊，坐左边的比较好啊，可以直接走这个啊。走右边的话，就要去那边躺一躺之后才过来的。就是你要是没有选择路线的话，就一定是这边。我们左边滑一滑，觉得不过瘾，再去那个吧。哪边？再去右边吧。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用。右边好像没有松雪，之前好玩是因为它很多层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八方池山庄下来那一段也跟这个差不多，我觉得那时候再滑就好了，用不着特别来这边。你觉得嘞？我记得是这边以前好玩，就不松。现在不松啦，很多馒头而已。到处都是馒头，站不上去。走。这个我们要去上面了。我们要去上面看看。我们要去上面看看。我要去。上面更难哦，上面很难哦。我怕你脚会痛。你先休息一下。你先脚比较不痛，再叫我，好不好？你要动动，要不要动动你的脚？白马北小。はい、安全確認のためリフト停止しております。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白马北小。卡住了，停了，还是直接坐到山顶？都可以啊。算了，不要山顶，就只要这一段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上面不管什么时候去滑都是那么乱。可以去看看。但是下面的话可以滑就先滑。压过了，我们本来就一定会去看的，因为我们上次在那里。打算带他们上去，怎么上去？就要进步，也只能这样，不然永远在那边手拉塞。
较长，他们都是高速的，后面没跟上。是啊，他怕我们是自己害怕出血什么的，那也是体贴啊。你看到单板那种站不大稳的，就让他一个人坐，他让他下缆车安心一点。挖馒头啊，挖馒头！这是哥哥的下来的左边吗？树的左边吗？嗯，这个树啊，这对树啊。对啊，但为什么觉得现在路看起来很滑，很平？但是刚刚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陡？没有啊，这个中间是平的，这边是陡的。不是，这边是馒头。看起来很平啊。看起来是啊，还蛮平的、啊。所以我们要滑左侧、啊，树的左侧还是右侧？右侧就好。早上可以滑左侧。都可以吧。早上还可以，下午应该就不一定。搞不好上面往下看就，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啊。可恶，有人在挖第三道，第三道。可恶，所以要滑，赶快先滑一次，不然下午我觉得就不行。多一道是吗？对啊，一定会渐渐挖过去，然后就不行。没有啊，还有人一直在滑高速啊。高速的话，那个地上有磕很会摔倒。对，这个人才，这个人有点接近要变那个人。打残血家伙。还好啦，这中间已经那么深了，你看，我们不行的就是这个，但是已经一半了，已经一半了。对，要赶快滑，不然就会滑过去，就滑不到了。我要滑左边。好啊，那我也是啊。下午不行了，下午不行。这边还在短音，短音。就是练习，短音。我不要练，我知道自己还不行，我大概只能去红线练，去红线练这种动作，我还要练很久啊。那这个也在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就是真的在练那个。我可以在平的地方练那种动作。没有啊，这不是什么树林左边中呢？你看树在那。树在那树的左边。我们之前都好像两边都没在管。我几乎没有在滑树的左边，因为树的左边是大松树，会。不是，是这个吧？不是，是树的左边。是这个树啊？不是，是那个中间的树。之前我们从这样远远的一滑过来，一过来就我马上过来，走靠左边嘛，风就摔倒，我忘记了。那时候坐的是这个缆车。对，是从这边切过来，那梅花带我们。对啊，树的左边是那一条。不是，是那一坨树啦，人家讲不听呢。是那一坨树。屁啦，是那一坨。那我们在拍照的话是在哪边拍照？拍照是在那边。对对对，我就说那边啦、啊。那个下面整个都没有问题，那下面整个都大松雪，所以黑。对啊，那你不是说松雪？现在是说这个树的左边。往下嘛，像我讲话都是讲滑行方向，树的左边会被人家一路挖挖挖挖坑，然后又大雪的话，很难滑。但是我们之前也是滑。没有，我们很少滑，因为那里已经都是坑了，然后又大松雪，难滑死了，所以几乎不滑树左边。所以我昨天一上来就跟你说，看不到路的状况，我也说树在哪，我要滑树右边，我要滑树。我不知道雾的那天我们是走哪个方向下去。我们走了很斜过去。然后写老半天的看到树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个拉比较高。那个李黑是这边再过去一点那个地方，所以很没有人气的小店是那一个。灰色蓝色，那不是没有人气，没人，那是他关了，好不好？他都关店了。然后我们才去上厕所。对啊，不是要废弃了吗？不是要废弃，人家营业时间已经过了，这超过下午三点了。耳朵折到，折耳揪。那里也是在体验，那里，体验小馒头，那是小馒头。往左边，
在走啊，省力的走法。好了，走一小段。什么？这里也有个 course， 也是，也是双黑。新的展望 course， 那背后看一下瞄眼，对啊，好天气啊，好啦，滑喽。谁跟谁滑？应该不会难。没有，啊、你说那的之前也都是蛮难。都是啊，我们。右半边还是好的。嗯，看起来是。哦，要拍照吗？要吗？不用再前进了，我站在这里拍就好了。我站在这里拍就好了。我要拍很大的景啊，好，到这里差不多。酒啊酒啊，来呀、啊，越来越多人。我不用，好了，走，你滑走吧。跑去那边了、啊，我先下咯，你慢慢拍哦。好啊，那我反正我先下咯。这样慢慢的下来了。这不是跟阿北同步太累了。你为什么要跟他同步？没有，他在我旁边嘛。对啊。一起，那两个撸来撸去，觉得绕过他哦。跟他同步脚很酸。嗯，好。
继续滑，去石头过，再下一步。好大的井啊！你说啥？就这样。就你要去干嘛？啾啊！我这样一看，我就滑右边了。你直接滑你的左边吧。不大想过去啊，我在这里怠惰一下。人呢？先下了吗？哎，我继续混我的。凉。你有摔吗？有啊有啊，我最下面摔的，因为我已经冲进收雪区，然后我就想要出来，然后一紧张就摔出来。嗯。我觉得那样子滑会耗太多脚力，我觉得还是走这边。不会。啊？我会。下来有什么问题？当然没问题啊，但是脚会酸啊。会吗？会啊。很像那个。
的时候塞出来，我上面跑的都吐了，然后下面都塞出来，你去可以看我的影片，看我飞出来。什么叫摔出来？因为我已经他不是这样啦，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我还想要切。然后现在已经跑到松雪，跑到外面再跑。然后我想回来，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很斜很斜很斜。我虽然有踩在这脚上，但是我觉得太斜有点怕了，我从哦坐一下而已。对，然后板子也掉了。板子也掉，就是轻轻的拖板那种感觉。好，没有折到。哎呀，坏鞋子就撞坏。那你也能，你也能体会那种轻轻的拖板的感觉。好热哦，我现在好热。我滑那边比较凉快啊，到最后后面那个速度就在那边灌风，凉快。啊，滑两趟就不要滑了，我就要滑下面。啊，这样还很早哎。所以要先滑新的。不不不，这上面又没有整过，管它新的旧的。还有旁边有啦。没有啦。我体力我要省着用。因为上午都晒着太阳啊，不用害怕。那边摔出来，那一边了、哦，已经过了，都已经过了倒倒区摔出来、速度不够，进松雪出不来，不是出来了，但是我自己吓到了。这都真没有可怕，不会。用这个速度滑的话，脚就比较不费力，但是我不大想冲那么快，这样滑也很凉快啊。这样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好酸。对啊，这是生馒头，然后旁边有浅馒头，浅馒头我也许来考虑一下，但是这样我的体力就会用光了。他的方法是两个顶一下。是哦。他身高很高哎。这个。所以他蹲下去感觉可以吸掉很多力量。这个他的衣服好像雨衣哦，白白的。馒头越挖越深，他也在挖，他也在挖。好了，我用慢的滑法滑滑看好了。滴一滴，滴两滴。你看啊，这个网格子上的，昨天在盐月那边网格子上都还载满了血，今天就没了。小馒头。真的可以吗？怎么办？我觉得带他们上来下不去，我比较担心这个。那就不要带了。我觉得平的也许还可以。哪里平？就平的啊，我说红线的那一段啊。上面这一段我知道，那个心理压力也蛮大的。然后右边其实也还可以。右边太窄。那是之前太窄，现在还是太窄。现在应该还可以啊。不行不行。是啊。而且那个时候一大堆那个侧降的人在那边突突突。我是说这一小条呢。对啊，太窄了。没有，你看那个人在滑。但是你这样厉害，你在讲什么厉害？我知道，我是说那个人才用到三分之一。正常人，每天转弯都要很大啊。好。讲废话，我们自己之前也从旁边吓死的话，说宁愿抖一点从这边，你忘记了？是啊，是啊。为什么这个人喷烟喷那么大？你说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前面红色那个很大。是啊，是啊。我也可以啊。为什么要喷那么大？这样比较省力啊。哇，连这边呢？就是用体重跟钢鞭滑下去，不大用出力。
他在拿那个鹿吗？是，他在鹿自己。哇，那样子滑比较省力。那边你应该怎么不会去的吧？那边我们八方池山庄下来就可以体验到了。但怎么就馒头啊？你要去？这也都是馒头啊，一样啊。这边是平的啊。对啊，我是说我们用不着特别去那边，我们上面下来的时候自然会滑到，用不着特别。踢踢踢，咔咔咔！回头看你们的营业人很爽。什么很爽？我们那时候看八方都看不到人，好不好？人那么小一点看不到人，恐怕现在就会看到很多人。你还是要滑哪里道？有点想啊，要不要试一试？我可以吧，觉得应该一样，只是陡的长度比较多。你说你要上去啊？哦。走啊！3:40。下面按摩那种感觉，哎，我看一下，有，我有哈，都有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嗯 ，baby 一定很想跟我滑，但是我今天想滑这些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陪他。就这样啊。嗯。嗯，应该就上缓下抖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哎、欸，那个五龙啊，四七啊，是吗？是啊，怎么看看不到人、啊？你看到哈，最右边那一道好像全都是馒头。对啊，然后有一个平的东西滑下来，左边那一道。嗯，看不清楚。我要度数足的时候才看得到，我现在两眼都故意少大一点。哦，上面那么多人是怎样？很多人啊，老少咸宜吗？我是趁着最勤的时候上来拍一拍。再看一下这个车，你坐下去。不要。哦，你是说要他们上来吃饭再下来？对。我
觉得应该可以，这是变速的。如果要的话，要给人家爬山用，才要补的。这是变速的，你看那个椅子在动的时候很慢，因为他们从上面滑下来啊。好漂亮哦，好白哦，还有人走去爬那边。那里还有好多那个好多有人滑的洞，那有石头很危险啊。他们知道怎么滑。好漂亮啊！漂亮哦！这真要讲松雪，这都是啊。再来拍一张照。真要命！真要命！然后白色沙漠这样。哎呀，不错，拍一拍，漂亮。这样他们到底能滑去哪？不知道啊，下去哪里啊？滑到五楼嘛。反正这都是那些向导都知道。到了，待会要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上 哦，你有闹钟吗？对，我有闹钟，到了再电话打。好，先把闹钟关掉。你可以先关掉，反正这个变速的。对，先让我站着啊，我拍拍照，呼叫姐。哎呀，那里那么多人，我们先去那里，先去那里。啊，我要拍，先要先拍左边。然后都可以啊。因为右边山也很多啊。我要先拍左边。两边都是山啊。等我一下。好啊好啊。他写什么？这真的可以下吗？右边好慢，我觉得可以。那边有个板子，看他写什么。我觉得可以吧。那边还有地毯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叫他们上来吃饭啦。都交给你拍咯，但是我要先联络。嘿啊，好哦， check in 也喊我嘛，是吗？好，我慢慢的走过去。啊！如果誰が用的是的，对，そのペースに対就你那边多拍一点，你那边比较好看，这边比较难看。
说什么？没关系啊，我一看就是那个机位什么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一看他就是机位打勾，餐点叫我选，但是其实也没得选。你也不成功吗？我没有，我那个还要弄网路，很麻烦。我的 app 装在 iPhone 那边， iPhone 没有网路，我还要弄 share， 还要弄这个那个。我是一个人的，女性也是个台湾，不知道生命是什么。换一个人，还是这种奇怪的汤粉，对，也是不成功，哪里不成功的？汤水啊，不用喝了。好了，没有关系了，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差。干完了吗？他在讲什么？剧，你们干完了吗？我现在在办网上报道，不成功哎。只有在缆车上拍，等一下我们在坐缆车的时候再来拍，要不要？我们先滑一滑。只有在缆车上看起来最漂亮。对啊，除非往上爬，但是不想。还没开哦，准备中。我觉得这边都是绿的啊，好像景还好呢，就觉得还好。那大概只有那个梅池山顶可以拍了。都是云啊，都是雾啊。这边比较漂亮。那去那个地方？还是得去环泉。去啊，去啊。可以啊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后面都是人。这边也好多哦。我的框是这样。反正你人要右下角。用我的拍好不好？拿，拿，不要再走了你。你要陷进去了你。那我还想坐着哎。怎么坐着？没有坐着的话，你就上半身更少了。你这样一直走，你要我拍景拍哪方向？舅舅，我也是往上 check in 不成功。
好。就这样哦。奇怪，你的人像怎么用啊？不是，怎么切啊？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哦，我转过来。哎呦喂！普通。人像，好，你要不要？哦，你先看，你先看我拍的有什么问题。你就按掉了，你按掉我就又要开手机。你输密码嘛？你这么麻烦嘛？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啊，要临时改。人太大了。嗯，人太大了，那我只好后退啊，往后退就好了。人只要大概，我要横着，人只要这样。嗯，刚刚也都没拍横的，来。你拍照我都不满意，我讲。OK。就不大想动了。你要我再走远啊？不要，你不要走啊，我往后比较好。好了，很小了。够小了，你不要再动了，很小了。你现在可以了吗？拍咯。你脸侧的看，再转过头，再转过来一点，头再抬高一点，再转过来一点，再转过来一点。好，等我哦，人像。对啊，好了，我拿。要不要一张这样回头的？好。头转了过来的。好，再换人像。好。不要不要。我不用了。为什么你都不要？我懒得裁啊。我裁我的路径就好了。一样一样，就是要花脚力。我脚力省下来滑雪比较快。怎么样？就是直的。哦，我都拍直的，你要横的吗？好好好好好。啊，再走啊，再走啊！你脚力多，你走啊。我脚力啊，奇怪，他不是讲横的吗？我不是一直跟你说我刚刚是这样。好啊，走啊，走啊。可以了，不用再走了。拍 ，Angie， 我在门口这边哦。好、啊。差不多好了吗？啊，你不就坐着就好了吗？你的手套嘞？拍掉了。好了。没有啊。还有侧边不是吗？可以啊。好，然后。好。好。你要看吗？检查一下有没有满意的。不满意再走一次啊。机车哎、欸。现在出去了。
那里吧，那里是最山顶。啊，我跟自己去泰山前走。嗯，要再走一次。你不要手机飞出去哦。我们会下去带他们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说缆车还可以下来。哎、欸，可是刚虽然说准备中，也不知道几点开啊？十点。那个团，那个缆上山的两山是分两段，是靠左边的那个可以上到中间，就房屋上面的右上角有一个红框框批什么东西那个餐厅。那我们要上的是山顶这一段。在上山顶的这段会有可以坐下去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刚刚说左右两边的缆车，左边的它下来的时候，右边的线是红色，所以你们应该下得来，就是那一大头树的右边。是我说的方向都是滑向山上的，没有方向的，然后应该下一路滑下去嘛，滑下去，我自己是觉得我滑一次，我就又要回去你们滑的那个红线滑，然后我们应该可以一起11点一起上来，上到山顶。11点一起上来，那不就是一起上来？11点了，然后大家应该还太早了，会不会？没有，11点够了，中间。对，我觉得11点够，而且不要中午跟其他人卡，今天人多。没错，也就是说11点差不多在上面的餐厅集合，就平常我们在的上面的餐厅集合。好，那就差不多11点的时候，在那个港多拉出口那边集合，好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
来，好好好，其他的来了。好，你就先下。一狗票人，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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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晒得很热呢。舅舅在拍照，我先去啊。我下了，我先下。干嘛？干嘛冲我进？不要一失足。先下啊。再滑一次啊！
你这样也是爬、啊，你这样也是爬、啊，爬半天。先准备慢慢拿，勾好我的手套，拿出我的手机、啊、你也拍吗？我也拍啊，我这边比较不好拍啊。你是吗？你是说用你赶快一路拍上去算，一路拍一路拍的影片勾破就有了，还比较广。你可以用车子移动的记录当全景，不可以，因为它会侦测角度。还前景，那还要记得。根本拍不到。前景。因为我们一边拍一边还在上升。他就会侦测到说你怎么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我好痛，一团混乱，好了，正常的好了。你有0.5倍吗？没有。你就拍啊，你也可以拍。好，那算了，我拍这样就好了。那你头转拍。景是会框到，我这样其实就差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差不多。什么叫差不多？什么意思？就是0.5就都拍到了。都拍到了。对啊。0.5很厉害啊。对啊。当然没有了，就那么一颗镜头，0.5。我从一大早就是开始就是腋下开一半，我觉得那个冷热度非常的刚刚好，那就一直往下滑。我要冲上去。最下面要冲啊！
不用担心买不到票，反正中间就只是多耗时间，觉得小哀怨而已。你早上早起床啊？你早上前天先买票？我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他该不会不卖？不卖？我说不卖指定时间的吧。好啊，那我也在想说可以这么干。六点就开了，那根本吃饭前就可以去买。要记得买儿童票哦，要买六张大的。不对，我自己要刷一张卡，那其他人呢？用钞票吗？钞票就好了。好。我先接他们。好。那你才2000块啊。是啊是啊，我是说我要自己记得分开嘛。跟你讲的。我喜欢多刷一刷不行吗？啊、不要那么近了、啊、人总会失控的好吗？那你先下，我盯着你看。下去了，下到线后面去了。冲了冲了，还不够早啊，还不够早啊。
累啦，要好好脚力好不好？啊？不是很丑吗？不大清楚，回去看影片。啊？你是看着我吗？我用 GoPro 看着啊，但是我就看着，我脑袋有点放空。那现在换我下面往上看好不好？好。那我走了。下到超远的，直接用手机录好的。我到底对在哪？人呢？好。累了累了，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，再随便滑一滑红线啊。好啦，继续啦。好丑哦！反正我刚就帮你录啦。那你要帮我录吗？这个吗？下面的对，可是我想走右边。我走左边。不要啦，脚力省下来啦。哈，好，那就不用录，你去走那边，我走右边啊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是学红华的？
对啊，早上没那么乱啊。那怎么办？你直接滑不下来。啊？你直接滑下来。他们一直顶着，一直顶着就下去了，就是要花久一点了。没用的。脚没力啊。没有啦，我要出来啊，我要滑到好了，出得来了。
路口，很好。哎呀！全身都是汗啊，超热。我的腋下的洞发挥了它的效果，是要休息一下，要休息一个十分钟吧。我看现在几点，对啊，就是要耗体力啊，知道自己做得到是 OK， 但是脚会累，你再过一阵就会跟我 level 一样，就是脚掌酸。现在10:40耶，现在10:40，36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然后滑一趟，刚好跟我们汇合，要不要？好，随便，我脚不要很酸。他用鞋子勒太紧，勒太紧。めっちゃ楽。好，还是就滑到11:00也可以啊。嗯，我发现就是每个都走左边的话都是推，这样子进跟出都用不到。只差没有水而已啊。你说什么？要关吗？关。